要出发到关岛了。我应该距离上次去关岛的时间也快要8-9年前了吧？不知道关岛这几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呢？让我带大家去看看。终于到关岛了，耶！应观众要求 ，room tour， 我从门口进来，很基本的小冰箱，然后前面还会有一个小的厕所。这个五斗柜里呢，就是微波炉，我们正在微波我们的宵夜泡面。一进来呢，就会有一个客厅，有点像 connecting room， 它隔壁呢就是两张大床，其实蛮舒适的。衣柜，哦，衣柜蛮大的，很好很好。我们烫完了衣服就不用担心它会皱了。这是洗手间，还有浴缸哦。你看看，真的古老饭店才会有这种一个马桶，然后一个旁边这个。这个其实我不太明白是做什么用的，是洗屁屁用的吗？因为欧洲也有很多这种。 Room tour 结束，我们这7天住在这边，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因为要迎接关岛的大太阳了。刚刚 Kevin 导游说，这几天最糟的天气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就是太阳之旅，我们一来明天就有太阳，希望是这样。晚安，早安。关岛的第一天早上呢，我们要去到另外一间饭店做 SPA， Go， 才住一个晚上就非常脏乱的房间，好像住好几个月一样。听说这间 SPA 店呢是一间6星级饭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内容，等一下就可以好好的享受放松的感觉。Ivy, I love Taiwan. Before I used to go there every year. And today we're going to Marble Cave, right? Yeah. Yeah, that's our right. Yeah. I was like, man. Holiday. Mango. Holiday. Mango. Holiday. Mango. Apple. Mango. Gave you access to the ocean for fishing. About 600 people live here. And as I mentioned to you earlier,
你是超大的镜头里面整个又蓝又黄的，好美哦！对啊，超美的，好天气，可以。See you as my ase. See you as my ase.